当然，他们为什么找？我觉得可能跟那个跟中国联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但是当然就通过就是这边那个一个公司咨询公司吧，然后还有包括跟社会画廊马子安，就是他们慢慢就谈，就是说希望是找，再加上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在那VNA那个一个中国一个摄影展。 当然，他又具体看了那个作品的原作，可能因为原来因为在英国可能没有看到原作，这个他们肯定更加有信心，就是肯定可能可以做。因为再加上我的作品本身也一直关注这种流行的文化跟商业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就是这种态度吧，我一直关注这种他的这种具有一点一定的批判性的态度。那这时候他可能就找到社会画廊，就马自然，然后就是谈慢慢交涉，就是最后。 对，因为首先是刚好那VNA那个展览的时候，他美术馆请我过来的时候，然后我顺便跟他这个商场的经理，然后谈，包括就是说，也看了一下，大概知道他商场这个橱窗的这种布局，然后但是我，因为当时我是没有概念的，因为要做什么东西，因为我还是希望看看，这个场地，就看场地以后，后来我大概心里有个数，因为他刚好那个中间有个大门，那个大门的两边就是我觉得他。 交流它是有两个部分，那我觉得，所以我希望就是有两个部分，那我觉得刚好是我的想，我就差不多定型，就是两个，就是一个是就是像拔河，当然它不是简单的拔河，就是它是因为它是第一个橱窗是有东西的，那个就它可能是有点那个夺的意思，就是从里面拽夺的，当然第二部分就这一部分，就是它是往里面扎，就可能是被某一样东西所吸引的东西。 分的主要分这两部分，就弗洛密嘛，弗洛密就是说，因为它有很多意义，就是说它既有这种商品的，是跟着商品来，还是跟着，就是说，它是被商品所跟着来，就是人还是商品，就是包括就是这种概念，我希望就是说它是一个模糊的一个，就不知道跟谁的一个概念的。